白女士给你买了很多新衣服，你可以期待一下。当然不期待，很美丽啊，美丽呀、啊。我这试衣服真的是太累了，我现在一点不期待不用穿新衣服，太累了，走吧。对象呢？来了吗？来了，超模的。再把我的粉丝都分享，看一下可玩的男朋友长。想你这嗓门就老大了，外面那视频放的全是女人想想想。没有想到我们这次住这么远，就是走路都是走个几分钟。没取快递呢，已经累了。对，已经累了。哦。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快递？快点上班是吗？对，快点上班。赶紧上班，化完妆之后再来。也是一件破点裤裤，哎，这得老难受了。至于给你拽跟头吗？不是我盘腿儿，我就这条裤子，这才两条，我买了好多条裤子。那没有衣服啊，买这条裤子？有衣服呀，我买的时候还料想不到它这么冷，也没有到那么冷，但是是冷的十七度，你就想想吧，这你都咋穿呢？哎，这个是，这也是一条裤子。你用的有点小，我还得洗。它挺显脚小，因为它鞋小，它哪是显脚小，这鞋小。但是我买的是三九的呀。那有的它哪就是小呗。我觉得这个可以，是吧？它舒服，起码占个舒适。下一个，我感觉这样就是好看的，它不抽也好看。来了，哎，又开始了，小白又蹲地上给我整了。我坐着，你又整了。哎，这身不错，是不是？这身非常不错，可以吧？那这裤子行吧？这裤子呢？这感觉，你或者就是把马甲子，就我觉得不要马甲了吧？这个有点小了。对，其实这个马甲还可以，这个还不错。行了，这个回沈阳可以穿。不冷啊，十七度。十七度你就想想吧。反正不穿。这身都可以吧？这个可以在沈阳穿，十七度，晚上没有关系。那这身好办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退货的有，我们数数退多少啊？一件裤子，一个套装，一个马甲。今天的留存率很高啊、哦，还有一双鞋。